Jameson， 哎呦，今天是我们在新加坡的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晚上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行李增值，我们从各一箱已经慢慢变多了。那今天我们要去搬去我们最后一间的饭店了。我们这几天住省钱饭店，就是为了今天的饭店。各位，我们现在要去房间啦。刚刚的那个柜台真的很棒，因为我们本来订的是最便宜的低楼层2到9楼的房间，他帮我们免费升等。我们现在要去11楼的房间，他跟我说还是边上海滨花园的房间，还跟我们说 view 会很棒，太感谢他了。哇，好期待，好期待哦！而且他说我们房间不止加高了楼层，房间也变大了。哇！进来先看到浴缸房间，有阳台。我们窝了2天的小房间终于自由了。哎，不对，我们窝4天的小房间终于哇！大家看这个 view， 哎，这可以出去吗？看一下。哦，可以，哎 ，open， 哇！哦，行李来了。我们刚来的时候呢，在楼下 check in 前就有先去挂行李，然后他说就会帮我们把我们的行李送到房间来。咻咻 ，thank you。我们看到大阳台。然后我们2张加大单人床，然后这边就是它的电视，然后还有桌子。神秘的是它的衣柜有2个 ，open。哦，上面那是上面还有枕头，看一下我们枕头很多，对我们枕头很多，我们床上已经各有2颗，如果不够最好1颗，然后以及还有浴袍，还有拖鞋。对，我们已经住了好几天没有拖鞋的饭店。我看到拖鞋有点感动。那这一格主要就是空的衣柜，还有吹风机以及保险箱。啊，这边是它的浴室，居住完干湿分离，而且我们有浴缸，哇、哦，好棒哦！对，原本我们的房间是没有浴缸的，而且可能我们原本浴室还要更小 ，maybe 只有一半。而且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洗手台是2个洗手台的哦，早上起来是不会打架的。附带一体，它这边呢提供了总共4个插座，然后4个 USB， 这边连网路线，然后还有 HDMI 孔都有哦。刚刚服务人员还有跟我们说，房间进来的东西都是免费。我们现在还有冰箱，还有零食没有看哦。将看到冰箱里面有2罐水，还有可乐、雪碧、橘子汁跟苹果汁。来看另外一边的抽屉，打开热水壶，零食，哦，这是砂糖饼干，有提供原味的乐事，还有这个是坚果饼干。那其他的像早餐茶，然后绿茶都有，还有咖啡。最后一个啊，茶杯。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桌上还有4罐水，我们统统有6罐水，然后这边还有胶囊咖啡。他以为是触控面板，还想按 OK， 请按遥控器的 OK。来，欸，可以连接你的设备，可以 AirPlay， 可以 Chromecast。但我想，我们应该是不在这里看 Netflix 啊，我们应该是要出去玩吧？还可以看电视，然后告诉你这边一些旅游的情报、餐饮、购物、服务。欸，查看账单。我们现在在金沙酒店底下的购物商场，然后 B2 有一个像这样的美食广场，然后看到很多好像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各位，你们知道这边的价格都比我们前几天的大时代高了一点点，但看起来都好好吃哦。这间是卖炖汤的，很炖汤，因为它真的看起来好浓哦。可是不行啊，海鲜你不行。现在任性网很努力的想要寻找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吃到马来西亚的哥罗面。
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名字以为很像的，因为他写马来炒面 MEEGORING， 结果我们 Google 的结果是印尼，它马来跟印尼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在这里唯一一家饮料店叫巡茶，第一次听到的，来看一下价格哦。其实就跟我们前几天看到的那个鹿角巷或者是春茶差不多啦，他们这里的饮料中杯可能就是4-5块，然后大杯就是5-6块，大概就台币要都100多块，可可这好好笑，什么都有，这个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米娅那料太多了啦，太划算。All in fresh， 大杯只要6.5，它的茶还可以选，还有 all in milk tea 耶，什么都有，什么都 all in。好，我们买回来了，你这个是什么？他们最经典的菜饭，像我们便当。这个就是你刚刚说你要什么什么点出来的便当，它就是像台湾便当，就是比如说像他那边也是，比如选一个什么鸡排或是鱼排这样子，然后就选一个主菜，然后三菜就是任你配这样子。对，然后它上面也可以说问你说你要淋什么这样子啊，要不要辣？他有说我一般不是都会问说你要淋卤汁吗？对，然后他这里多一个选择咖喱酱，加咖喱酱不加钱吗？不加钱啊，不用加，而且很划算。那你猜猜我这是什么？对了，要是热沙啊，对，我们刚刚以为那间店上面翻译写马来，结果我们查出来是印尼的那间。那道料理叫做隆冬，他说是一个椰汁杂菜，就它里面有很多料，杂菜料理。因为没有主食。我是觉得这一碗就够大了。我会说，表示隆冬里面是没有主食。我不知道哎、欸，我就看他加了超多菜，然后还有蛋这样。我们刚刚还一人点了一杯饮料。还写给您一杯幸福的茶，你不觉得我的是有浮夸了吗？因为我上面是有一个那个橘子，这一杯里面呢，它叫做恶魔橙食果，还有白桃乌龙加凤梨加柳橙。等一下，这是我刚刚以为我过不去，你知道？对，被冰块堵住，塞车。好清爽哦，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就感觉这个卤菜啊有很多很多菜，而且有点像咖喱耶、欸、虽然翻译是写椰汁，所以搞不好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咖喱炖菜。我看看底下有买什么哦，没有肉，然后这一碗要6.5。我们买一个卤是什么，什么糕，对对对，可是又有点什么糕点的那种味道。各位，我 Google 完了，真的是真相大白。他说这种隆冬呢是流行于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这种东南亚的一个料理，主要就是以它的姜黄咖喱为底，还有就是刚刚菜以外嘛，重点是这是饭呢、欸、各位饭。他说他把饭压扁之后，像有人在马来西亚吃，他说是压成长条状，那他这也是半月形，这个居然是饭。有一点冲击，又有点新鲜。金沙酒店这边还有一个它的特色，就是他们都会有像这样一个伪装成威尼斯，哦，那你可以搭乘贡多拉，然后观光的一个设计。各位，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贩卖机卖黄金哎，最便宜这样是158哎，哦，7000多块哎，那个鱼尾丝648参考下。各位看看。扫码支付哎、欸，可以刷卡，可以微信。哇，我们今天来到了57楼的无边际泳池，小朋友，然后到那边过去的都还是泳池。哇，这个 view。那我们今天进来呢，就是你是这边饭店的房客，然后你要先上网登记，就它有一个扫它的 QR code， 或者在他们的网站里面，然后上来之后要记得带你的房卡，一个房客要带一张房卡。如果我们两个人只有带一张。一个人进，我就要被赶走了。它一边是泳池，然后望海的这边也有这种小小的，然后可以让你望向另外一侧。哇，他们真的船超级多。我对无边际泳池的印象完全只有柯南，怎么办呢？发生地点就在这一个滨海湾金沙酒店。可以在这边的餐厅用餐，然后一边看 view， 然后可以来这边游泳。天啊，太阳有够大！大家在那边日光浴，我只想要找地方躲太阳，怎么办？我太不适合来这种地方了。日头刺艳艳，天哪、啊！大家都感受不到这个温度，只想要拍照吗？在那边上面也可以看 view， 就不用下水耶，不错哎。这里好远哦，这边有人在看 view。然后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点饮料跟
食物，他说推荐这一个，他说这个可以尝试看看，它是一个调酒。饮料来了，哇，今天的太阳指数已经够了，够了。我唯一可以漏的指数。哇，这饮料救赎！你要先试一下你的这个 Singapore Ceiling， 它上面有樱桃跟凤梨。好，你喝喝看，突如其来的冰淇淋。就刚刚有位先生 ，ice cream 要来一点 ice cream 吗？然后有 Oreo 跟这个 Kit Kat 的，这里会让你忘记时间，很值得享受一下。哎，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有提醒我们，就是你早上起得来，你也可以在这边看日出，它的 view 很好。嗯，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的那个日出时间。我们现在要走去看超级树啊，然后回头就可以靠我们房间的方向，在这个区块，它是 Tower 1，然后这边还有 Tower 2跟 Tower 3。听到了很原始的鸟叫声。我们购买的套票还有包含这个叫做 Floral Fantasy 的地方，但是我们好像找不到入口啊。哦，再往前是不是？啊，找到我，找到我！你看它写的这么大，我们绕了一大圈，终于走到了我们可以参观的地方。它这边其实有很多个植物园，那就看你买的票是全包还是包部分，然后你就可以进来参观。哎、欸，买什么？等一下，这是我们经过它参观的时间吗？嗯，它怎么包起来了？它围起来了，救命！哎、欸。哎、欸，真的呢，它的参观时间是10点到7点嘛，然后最后入场6点半。今麦洗干净，7:06，7:06已关闭。再会，我们就从外面看一下吧，就是有很多植物，很多花卉。再会 ，Fantasy。各位，我们看完了超级树的表演啦、啊。它是每天的7:45跟8:45会有一场这样的灯光秀。就是超级树这边这个景点，它是一边可以收集雨水，然后一边灌溉这边的花园，然后又可以用它的太阳能发电来有表演这一场灯光秀。哦，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施。那如果大家想要有一个好位置看表演的话，会推荐大家在7点左右就先来这边卡位，找个好位置。我们是躺下往上看，效果会更好。如果你觉得比较希望想要干净一点的人，可以准备像那种野餐垫，然后铺在后面，然后再这样看。那接着我们就是要去看水舞秀，它有点神秘的是，我们这边的时间结束是没有办法赶去他们的水舞秀，因为水舞是8点一场，9点一场到底。其实应该是反过来，那边的秀看完来看这里秀啊，8点看完，然后8:40，这意思吗？是我们反了，我们反了啦，8:40就刚刚好。总之，我们去看水舞秀喽。看这种表演的真的是要早点来，我们现在一转头才发现，原来我们后面刚都是人。我觉得他这个水舞真的很值得看，因为我最喜欢就是他有那个水幕打起来，然后有灯光投影，单纯比你只有水柱啊然后光在打还要漂亮，真的大推推推。各位，我们玩了一圈又回来这一个 food court 吃饭啊，然后刚刚在点餐点完呢，还被阿姨发现，哎、欸，妹妹你是不是中午来过？对，我中午来过同一家店。然后我们现在点就有点像他们的自助餐，但是阿姨会帮你夹，然后你只要跟她说你要吃什么吃什么，像白饭是1块，然后我点的姜黄饭是2块新币，你猜猜我这样多少钱？
我点了虾，点了鱼，然后又点了菜，那我的菜也有肉哦，我这样要16.5块，然后你的是青菜，这个炒面，然后加两样菜，然后一个豆腐。来，各位，这就是我们中午，我们菜单上面写马来炒面，但是我们搜寻之后翻译写印尼炒面，然后两样菜，这样8块。本来只想吃两个那个炸的，不是炸，我本来只想吃虾跟鱼啊。然后就阿姨一句话说，哎，你要不要再吃菜？你没有菜耶。然后我就被说服了。不是很辣了吧？真假？你是那个酱太辣吗？还是那个面太辣，你的那个面超辣，难怪我刚刚本来说我也想一点面，然后我远远在排队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在那边比叉，大比叉，叫我不要点面，说我点了饭，但我点了特贵的饭，这应该是我吃过史上最贵自助餐，16块是多少台币啊？300多块啊。需要一点甜的平衡一下吗？欸，我这几天第一次喝这个，美露恐龙，虽然这好像是港式才会喝这个。前几天因为怕那个美露太不解渴，所以都不敢点。其实我是很喜欢喝美露的。现在又回到饭店啦，今天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这边已经很努力的在抽食，我还在这边吃太饱摸鱼，好累哦，可是我好不想回家哦。而且我们已经到了第7天的晚上，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买一点点东西跟很多个包包。我们现在你在超市买的东西其实好像也没有到很多，我们明天还会去机场，不知道我们还会在机场或是在樟宜买什么东西。最后忘记要说我们今天住的这一个房间的价格了，各位，我们今天呢是免费升等嘛，那我们订房间的时候是790新加坡币，但是还没有加服务费跟税金的。然后加完之后呢，各位，我们前面的6天所有的饭店的钱，两个人加起来还没办法付今晚的钱。我们今晚的钱总共是916点多多多新币，快要20000台币。